在今早刚刚结束的一场季前赛中，雄鹿以34分的巨大优势战胜了芝加哥公牛队。全场比赛，雄鹿在全明星前锋字母哥的带领下，一直占据领先优势。第四节彻底沦为垃圾时间，最终比分也定格在116-82。虽然是一场季前赛，但雄鹿队确实要更加强大，也让我们对新的赛季充满期待。夏季交易市场上，大洛佩斯加盟了雄鹿，从这场比赛也能够看出这次交易的价值所在。虽然仅拿到6分和4个篮板，但洛佩斯对于雄鹿的补强还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他不仅进攻手感柔和，甚至可以投三分，而且防守效果也不错。在同样都只有15分钟出场时间里，他成功地限制了自己的亲弟弟小洛佩斯，只得到2分。在洛杉矶并没有得到重用的他，也许可以在密尔沃基重新得到绽放。其实季前赛就是新赛季的一个磨合期，显然公牛的状态并不好，全队发挥最好的波蒂斯也仅仅得到13分，而新加盟的帕克更是全场11投进一中，得到可怜的2分。戴拉伦伤愈归来的表现还算不错，从比赛中也能看出来他的伤势已经痊愈。新赛季如果公牛想进入季后赛，拉伦的发挥才是最重要的。今年也是拉伦需要证明自己的关键时刻，避免伤病也尤为重要。字母哥依然表现得十分全面，轻松拿到17分、11个篮板和4次助攻。从比赛中也能够看到，对手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，不管是突破、传球还是三分，他现在已经可以很好的把握时机，总是在做最正确的选择。新赛季他也有很好的机会去竞争常规赛 MVP。 同样，布莱德索和米德尔顿的发挥也至关重要，新赛季雄鹿也必定会在东部刮起一阵旋风，与绿军、76人和猛龙争个高低，而雄鹿下赛季必定会成为东部球队的大黑马。